看看新闻网。德罗巴再往前做好球，机会有了，射门，漂亮！哎呀，曹云定，还是曹云定啊！曹云定真的成为广州富力的克星啊！单赛季两次面对广州富力打进两球，但关键是谁给他传的球呢？德罗巴，德罗巴是第一次登场就献上助攻啊！可以说德罗巴的这22分钟时间确实是非常非常有价值，无论是他的个人的进攻，还是他的进攻之后给队友所创造的机会。刚才拿球之后吸引对方，然后送一脚身后传球，曹云定迅速的跟进，一脚低射破门。这个传统绝对是教科书一般的，曹云定把他们的这种出击的门将封堵的防线时显得特别冷静。